等一下又是躺着玩的时候。看罗姐实况干嘛？妈妈，你看，一组下方。他们看得到你。可以啊，我把他拉，我把视讯拉的超下面，就这样躺着打。不会啊，那个麦克风刚好在中间这样挡着。怎么样，不错吧，各位？啊，躺着打。哦，这动画感觉就很帅。哦，头发都好飘逸哦。Hello，Hello。真的又开始躺了。哎。那巴特中校，会いたかったぜ、主さん。何？いや、退場だな。人間の出る幕は終わった。カッカ！魔法だと？去取麦克风走。おお！てめえ！人間を何だと思ってやがる。道具以外の何だというのだ。おお。国運とは、主が築いた工場だ。人間という道具を大量に生産するためのな。主の好きにはさせねえ。人間だけで何ができる。管理してやらなければ、死に突き進むしか能がない。お前たちも見ただろう、ルシの恐怖に駆られた愚民ども。ハローハロー。ルシの恐怖を煽った貴様。捷運房砍鎖支架。ルシだと？この私が。そうか、私はルシか。見くびられたものだ。私はファルシだ。うわぁ、我が名はバルト・アンデルス。政府を導き、国運に君臨するファルシの王。うわぁ、闇を恐れる人間に光を与えたよ。我々が民衆の望み通り、アージを断行したというのは、うん、なる導きを拒絶する
高さを思い知れ。わあ。中校在开场没有三分钟呢。これがファルシの力だ。要把旁边的武装先打掉。好帅！青云斗士。应该要两个先补血，慢慢打。到底有没有在补血啊？你们？好，有了，有了。好，有了，趁机打掉。欸，这个王感觉比较好打一点欸，就是没有之前的那么难打。我操！哇，发了气了！他这个头还会再生吗？如果会再生的话，干脆留一只好了。哇，好凶哦！
对啊，他那个人头那个的有，其实还蛮恶的。哇！哦，这个不好搞。哦，纳塔波是嘲笑。哇！又要看 CG 了啦。动画还真他喵的啰嗦。有点帅。做啥就没了。什么事都没了。
感觉要打好久、哦，这猫又在任性什么？欠揍猫！哇，这个血各位得打到明年啊！哦，不行。大家一起打！マコトの恐怖を知れ。这个不晓得大便憋出来，子弹会不会硬的射死人呢？打成这样，让我想想。那那个谁还是要用防御好了，真是得改一下。便秘超强，这好了，再试一次。那这应该是打最后的王了吧？装备什么东西都给他满上。干嘛？可是他又不敢真的咬。还亲亲啊，哦哟，那声音。好，再一次。略过。
又要打好久了，哎。真的又要打小头了，你又在欺敌他了。何も知らぬ。居然是他唱，有可能哦，没关系啦，如果真的被打掉那就换我唱啊，不然怎么办，也只能这样。妈妈，爸爸，妈妈，妈妈，他跑进那个塑胶袋了，能死，已经浪费了那多米粮，可别轻易让他给死了。其实我觉得他那个头还蛮恶心的。没事没事，大怪打死了。感觉那些头都倒挂在那边，然后一直对着我们这样，哎呀，你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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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直这样刺激我，感觉我们一直被呛。雷电用什么属性的、啊？我不知道，水吗？对啊，你不好，你看，注意看他的嘴型。你不好，你不好，你不好，到底要不要补我啊？你这几个死妹子！对啊，你不好，你不塞，你不好，你不塞呀，这是不大爽。哦，快打死了！
还是他其实一直在那边喊秀光爹爹，秀光爹爹，秀光爹爹。啊！笑死我了。お前たちは何も知らん。哎，拜托一下，都没人在补我哎。これがファルシの力だ。たかが武士に何ができる。或者他其实嘴型就是你要当爹了，你要当爹了，这样。那只有韩秀光会怕而已吧。哎呀，哎呀，秀光爹爹还在呀、啊！哎呀，他要是再闹下去，雷光芒就死。哎、欸，他一直打雷光哎、欸，雷光整个就是很欠操的感觉。啊，打掉，打掉。吼吼。你昨天看到睡着了。网络购物还蛮危险的啊，我也有接过。而且你知道那个诈骗我的那个女的、啊，讲话还一副我欠她钱的，我真的是觉得超靠北的，你知道吗？就觉得你要诈骗，好歹你也好声好气的。哎，她很凶哎，她是怎么讲？你知道啊？那你什么时候要会？我说你管我。然后他就不知道气什么哦，还呼气呼很大声，真想问他是不是有支气管炎，超夸张。还有那个诈骗还讲话这么摇摆的，真受不了。你知道现在那个？那个现在诈骗不得了了，一副好像我们真的欠他钱似的。那你什么时候要会？不，你管。哪边等我爽？哼哼。哎，那个我觉得哈，虽然说那个卖锁指甲的讲话很有梗啊。可是，一堆无聊的人一直去闹他、欸，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是很没有水准，大家都把无聊当有趣，真的是神经病，一直去闹他。这个游戏玩完了，还有二代啊，他的13这一代有三部曲嘛，我们现在在玩一部曲，还有两部曲。你不想想看，也不想想看，你是来诈骗的，那么好歹口气稍微和蔼可亲一点，好不好？太多爱听叫拜丢啊，我懂。你看被诈骗也被诈骗的很不爽，好不好？哎呦，被勾勾。都要人家都要当爹了，你还在说人家不够力，你懂什么？这个哦，不是我在帮秀光爹爹说话。我们一直在讲他，我快笑死了。
我刚刚是死在哪一个？就是这一个。雷光，雷光，你乱发苦点。就是这个了，就是这个了。这个要是撑过去就没问题了。大家闲着没事在那边互补着玩。开始进行补血欢乐颂。补满了各位，补满了各位，啊，这是希望。应该都没有问题。快快快，开始进行互相丢弃。
哦，血一直上不来。哇！对，相互补满，相互补满。哇，这得打到明年吧？可能要打很久欸，各位。相互补血，快补快补，补满补好补满，雷光有补满就好，其他死的都还拉得回来。对啊，你要注意一下，我那时候也是接到诈骗的电话，还好是猫窝的观众帮忙，不然我就吃屎了。哦，这才。哎，打一半了，打一半了。进行互补互丢。有有有，他的血条在掉。雷姐的血其实也很少哎，我觉得。
大家补好补满。我的召唤兽还没有满，刚刚开过了。嗯，还是满了。还好我没有浪费不上。哎、欸，可以耶、欸！快快快开了，开开开！动画可以，拜托让我上个厕所，这网实在是太久了，久到我想要尿尿啊！我的妈呀，我快受不了。有可能啊，在电脑上面啊，你瞎啦！哎、欸，他一直看着我，我觉得压力好大哦，青梅。为什么会有302928272？啊，这是死亡宣告吗？哎，我上面是不是死亡倒数啊？这25秒没打完，我就要死了吗？完了！他一直用破坏强攻，我们要怎么打？
那怎么办？打不赢啊！完蛋了。为什么雷公不顾自己呀、啊？好啊，不然试试看啊。哦，这样不行，好危险哦！不开不死鸟，差一点就挂了，你知道吗？雷光，你可以先补自己吗？打到明年，後ろ。やめないよ。おだけ倒れるわけには。啊，死了！算了，反正也打不赢。那怎么办？我们要再去刷一下等级吗？可是好懒得练级哦。我觉得雷光不大给力啊。
再一次好了。要是再失败的话，那怎么办啊？我也觉得我的男团更烂。算了，我再试一次好了。好啦，这次比较会了。要怎么办？阵型要怎么修正呢？对啊，我们家的猫啊，没有，它睡着了。再失败的话，我就去当工具人了。有用负面魔法了。妈妈，你没有去逛一下夜市？他之后要挪到别的地方了，这没错啦，纪念性的逛一下。以后我就不能说我家旁边有夜市，怎么办？有点失落。你是不是放屁？谢谢。好啦，我不想看。好帅啊！何をしている？没关系啊，反正也没什么在逛夜市。我今天去逛夜市，我妈也说你干嘛去逛夜市啊？我说没有啊，我们现在要。哎，我们在假人头上面就可以少费一点心力。嗯，也可以。这游戏还有防魔系统哦，我们要用魔的都不行，真是太小心。哎，有了，打掉了，没有啦，夜市要搬了，我想，我也是纪念性的去逛一下。哪有？これがファルシの力だ。お前たちは何も知らん。大丈夫だ。刀の武士に何ができる？要是这一次再失败，我就，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是不是中年期啊？喝了啤酒就想睡，还是是因为坐姿的关系？放一下负面魔法哦，也可以呀、啊。我来看看那个包裹什么可以扔的，都扔一扔送了。攻击有很高吗？好像也还好。拜托，看这个攻击只有400多，我还不如普攻。音乐的确还蛮烦的。所以这个速度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样子的速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多拉一点出来补血的话，应该是有机会的。啊，好可怕哦！大家这边割喉来割喉去，一堆模仿犯。现在台有观众说台南有一个啊，有一个女的被割喉，这样现在在七门医院急救。大家干嘛？好可怕哦！我就开始放。Hello，Hello。对，这一次一定有机会。很多人都觉得别人都欠他的，一定要关怀他还是什么？我真的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你要试着自己爬出来啊！但老是整天想，对啊，整天怨天尤人，然后想着要人救，然后才在那边，哎，你们都不懂啦，怎样怎样怎样？干，我也是有跌落谷底的人，好吗？我最懂得爬起来到底是什么滋味。干，不爬起来，勇敢一点，好吗？整天在那边说都是因为谁怎样，都是因为谁怎样。妈的一个逼的，那你做了啥？你做了啥？哎，他血症越来越少了，有机会，真的。都没有人要补雷光哎、欸，怎么那么没品啊？各位，我们应该可以打死他。我快打死了！我快打死了！
再给我两分钟，等一下这他就会死。哎，他刚刚是不是充电失败？好好笑。有啦有啦，要死了要死了。刚刚一次冲失败，好爽。要打死了，要打死了。这次没问题。耶嘿！他要死了，他要死了。Yes! Yes! And God! 政府の親玉がファルシとはな。じゃあ。政府を操っていたのはファルシエデンじゃなくて言ったはずだ私が王だとそう簡単にファルシには勝てねえってか勝てないのではない勝とうとしていないのだお前たちはファルシに勝つ方法をすでに知っているか魔獣ラグナロク白娜那个是真的，好像已经有人贴出来了。是鸵鸟干的吗？我记得鸵鸟也在台南。教えてやろう。お前たちの使命は魔獣ラグナロクとなり、国運を滅ぼすことだ。ビジョンを見ただろう。お前たちの誰かはラグナロクとなり。マルシオーファンを倒して国運を破壊するオーファンだとマルシエデンの力の源だよオーファンがエデンに力を与えエデンは全ファルシを支えて人間どもを養ってきたオーファンを破壊すれば秘められた強大な力の暴走により国運は崩壊する。ラグナロクになってオーファンを壊せば使命は果たされるだろう。ふざけるな！与えられた使命など。セラは国運を守ると願ってクリスタルになった。だったら俺たちの願いも同じだ。俺たちは俺たちの願いに従ってクリスタルになってみせるその娘の真の使命を教えてやろうお前たちが集まり娘がクリスタルになったならば使命はお前たちを集めることだ娘は悟空を破壊する道具を集めたに過ぎんはあ、考えをしなかったかそれとも考えようとしなかっただけか真実を拒むルシに現実を見せてやろう什么还要打哦伸びて現実を見るがいい行くぞはい、要再打哦あ、我打你啊
哇，这是什么？这艘船还自己应战还变强了。何？好刺激哦！